天是云林县政府举办第18届的文化艺术奖的一个颁奖典礼的记者会哦。那预计在11月5号下午1点半，我们在北港文化中心呢、盛大隆重的来颁奖哈、哦。那当然，对我们所有文化艺术界所有的这些先进前辈，他们哈一生以来对文化艺术的奉献，我们表达最高的这个敬意跟肯定哦。那同时呢，在文学奖、还有表演艺术奖以及美术奖这当中，我们大概透过大家评审委员的一个严谨的评审哦，脱颖而出的有95位哦。那我们会进行哈这个颁奖哦。云林县在文化艺术方面能够继续向下扎根哈，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哈。我想这个哈希望我们继续的保存哈，也继续的传承啊。那往我们的文化艺术奠定基础以后，那云林县呢，绝对不是哈以往刻板印象当中的文化沙漠，绝对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一个县市。